經常話咧，泰國啲夜蒲嘅地方咧，如果要上樓嘅話，大家千祈唔好去，因為好有機會。blah blah blah。嗱，呢度咧正是一間當鋪喎，嚇！唔係啊！啊，點解唔係啊？哦，係啊！面盤咁難就敲啊！嗰啲。好咯。2, 3。係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知道，唔該曬，好，拜拜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覺得好奇怪，究竟呢個當鋪真實身份係咩地方咧 ？A 睇相嘅地方。錯。C。按摩的地方都錯。你啱啱講咗 C 喎，應該係 B 先嘅喎。OK， 你覺得咁樣嚇？OK。係啊，係啊，冇錯啦，多謝多謝，聽日見啦。你打錯電話啦。睇到呢度可能覺得好 ，sorry 嚇，辛苦你。Record 四十。落心三太公，大眾開台啦，面似蓮蓉。喂，玲玲啊，你喺度咁耐有冇打過麻雀咁話咧？冇啊。咁就啱啦，因為喺泰國咧，某啲地方如果打麻雀會犯法噶噃。但係喺屋企打咧就唔會犯法啦，而且仲多。Sorry。OK。不過最多可以開零。四呢間秘密酒吧酒嘅中古式嘅情懷咧，所有嘅酒類咧都有一個中古式嘅設計。舉例我一杯啊，喂睇個杯已經知啦，裏面有一個斑斓葉汁啦、椰汁啦，亦都有冧酒啊，同埋哈密瓜，係好香好甜啊，價值360元。咁你嗰個咧？我嗰個咧就係有啲石榴汁啦、櫻桃汁同埋一啲 whisky 嘅，價值340元，相當抵飲同埋幾360元，係360元。都值得一試嘅，跟住唱 gel 嘅嚇。OK， 阿咪啦。哇，裏面都幾多客啊！其實今次個環節咧，介紹泰國曼谷嘅酒吧有雙重意義。第一，即係教大家去蒲啦。OK。第二就係洗牌。哇，都幾多客啊！嗱，我哋今次介紹曼谷嘅夜蒲點咧，其實有兩個目的啊。第一咧，就梗係教大家點去蒲啦。第二就係洗底啊。冇錯啦，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哇，泰國嘅夜蒲點啊、酒吧烏煙瘴氣，全部都係呃人嘅。嗯，正所謂咧，十個一百個人，一百個人總有十個係傻仔。係傻嘅。有傻嘅。啊。嘅傻。4哇，都幾多客喎，係啊！啊，係喎，開多啲。哇，都幾多客喎！嗱，我哋今次介紹曼谷夜蒲點，其實有雙重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十個傻嘅。正所謂。哇，都幾多人客啊！嗱，我哋今次介紹曼谷夜蒲點咧，其實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個原因梗係教大家點去蒲啦。第二就係洗底啦。洗底嘅原因就係有好多人會覺得，哇，泰國嘅夜蒲點一定咧呃人啊，烏煙瘴氣。其實咧都唔一定嘅。正所謂十個人都有十個傻。一百個，一百個有十個啊！你覺得十個有十個？你確。哇，都幾多人客啊！嗱，今次介紹曼谷夜蒲點，其實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咧就梗係教大家點去蒲啦。第二就係洗底啦。點解要洗底？因為有部分人覺得哇，泰國夜生活啊，蒲嘅地方一定烏煙瘴氣，呃人嘅。咁但係正所謂一百個人都係十個傻噶嚇。玉樹枯枝。樹大有枯枝啊！啊！我見唔到呢個唱。O K， 好。一百個人都係十個傻。O K， 好啦。四。哇，都幾多客啊！嗱，今次介紹曼谷嘅夜蒲點咧，其實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，梗係教大家點去蒲啦。第二就係洗牌啦。洗底嘅。洗底嘅。洗牌。四。哇，都幾多人客幫襯啊！今次介紹曼谷夜蒲點咧，其實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，梗係教大家點去蒲啦。第二就係洗底啦。冇錯啦，因為部分人咧覺得，哇，泰國嘅夜蒲嘅地方咧，唔係揾笨咧就烏煙瘴氣，其實都唔一定係嘅。所謂一百個人就有十個傻。一百個人係咯。唉，好啦。手啊！昨天阿媽姑媽兼阿嫂問起
能去吗？为乜咁惊？师傅气势急，话好慢啊，多鬼怪在游荡。哈，我话查实系谣言，变得咁鬼多，完全冇关系。达人来话你听，连住实在系冇事，合十户望就系沙华 D 级，沙华 D 级偏满梯，严系对还严啲。你个门字太靓，门字演变滞了滞之面。流狂侠对干兵梯 ，Let us my hand me， 神怕古仔。Welcome to Thailand. Thank you. 無端端做了泰國旅遊大使，向一班西方遊客去推廣泰國。咁跟住，然之後咧，話俾佢聽呢度好好玩。跟住同佢講句 Welcome to Thailand。冇錯，我就係一個街坊旅遊大使。Roger Guha。คุณโรเจอร์วูนะคะเราจะเห็นเขา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ทีวีของฮ่องกงค่ะแต่ว่าช่วงหลังๆเนี่ยจะ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